朋友们，连着下了一周的雨啊，小院的菜长得是太快了，摘一些给养老院的孤寡老人们送一些。一场大雨过后呢，不光出菜长得快，野菜杂草啊也是蹭蹭蹭的长。你看这一席地里长满了蚂蚱菜，这说明啊土壤磷含量非常的高，土地啊非常的肥沃。蚂蚱菜包包子或者是凉拌啊都非常的好吃。今天一放晴，我就约了几个朋友啊一起来摘菜，给养老院的老人们送过去。都是有机蔬菜，不打农药，不用化肥。朋友们啊说这西红柿是又大又沙，非常的好吃。茄子呀摘了四个品种，黑椒长茄、紫苋茄、白雪公主大白茄，还有绿茄，还有花青素的紫甘蓝，这个呢是大叶木耳菜，还有空心菜。空心菜啊这场雨过后疯狂的生长，大而嫩，一点都不老。紫色豆角和绿色豆角啊也是长得非常的多，还有各种的黏玉米装了一车，准备出发啦。